来看，讲到这个分享中心学习的成果，彰化市的社会学院举办113年成果展，除了静态思维会议以外，还有动态音乐甲舞蹈展演，展现着外教老、学教老的精神。市公所的介绍艺文馆老地滚滚，舞台顶有好听的音乐表演，台下有充满人文气息的地道分享，甲各思维班的学习成果分享。除了音乐以外，舞蹈班的成果也是成果展的焦点。彰化市社会学院是近代招牌上老的中心学习馆道，唔呐课程相当多元丰富，就连指导老师嘛都是大师级的。看老师咧画，安那压笔，安那落，安那落笔，哈，啊，佮较接去去看人的展览，哈，啊来学，等于爱佮认真画，安尼画久。啊，主人他心里面有那个艺术的氛围，他就会想去画。会想要学给美金的。因为画画会让我很开心、很快乐。对。还有没有遇到什么瓶颈或者什么问题？一定会啊，但是就是就是努力跟着老师学就对了。对。彰化市长林世贤表示，经过科学研究，证实中心学习会当延缓老化。各地市民朋友踊跃参加市公所办理的各项中心学习班队，让家己的生活过了更加精彩。现在退休的人员啊，吼，来终身学习啊，吼，会当充实伊的生活，和伊的生活更加快乐。根据科学研究啊，吼，每一天学习新知的人，伊一定较快乐，因为科学的证据，是咱大体解剖。每一天有新的知识的刺激，伊的海马回，海马回就是大脑里面的海马回啊，不但不会萎缩，而且会不断的增大。市公所指出，社会学院是彰化市历史悠久的中心学习馆道，学员的人数年年增加。早期只有招收女性学员的规定已经取消，只要想要学，不管什么人都会当来报名。多张新闻，丁向雄华采访报道。